工道生你这么好意啊，我不甘愿你这样死去在害人。李明出车祸，照他的子孙公法应该是他设计。江道生，你实在有够苦呢，害李明的命运这么坎坷，现在还要想要开车弄死他全家伙啊，你的手段实在有够粗残。好，我现在就来给你看，讲一句话给你刺激一下，给你打七岁，我给你气死。人都已经撒去太平间了，明天这么起早，实在是有够麻烦。哦，这回哦，这礼拜够冷气，真好，真适合送给江道生。我生活一笔钱，袂歹哦。行，来去。Hello， gentlemen， 麦兰，两位好。江总裁，啊，身体有较好无？规张好好的啦，还袂死啦，搁咧喘气滴。哦，有影有影有影，我拄则伫外口哦，就听到恁两个咧讲话哦。啊，讲到咧，嘴笑目笑呢，哈！哎呦，夫人啊，啊你准备到安尼这体操哦，安尼拢无食？哦，江总裁安尼就唔对安尼啊！啊你是病人哦，爱加食一寡，啊唔叫这体力对抗病魔，对无？看到你又搁较食胃落去啦，那无啥代志，即嘛请你离开啦。嗯，无礼貌呢，我才拄来你就赶我走。我个专工吼，早回来送您了。来，你皮看麦，有胖无？我做胖的，你看你胖没？胖没？体操，体操，我不体操，这叫操啦！啊，我就到家咧乱七八糟的，你是为粪扫场捡起来是毋啦？唔是啦，唔是为粪扫场捡来啦。这是我拄好经过病房的时候，看到一个病人翘起来，要送去太平间。我看哦，哇，迄有真侪血滴的呢，我落安尼捡捡吼，特别哦，摕来送您。对，你摕白死人血来送我。哎，站住站住！哎，要拍吉掉你？不是拍吉掉啦，这上哦上适合你的风格啊，敢不是？你拢是捡死人的物件来用，敢不是？你亲像无的啊，你不是捡的尸体，啊来，互你家己用。我跟你讲啦，这回哦虽然拍去冷去哦，啊你比比的哦，不定伊就挖起来啊，啊挖起来以后，你去练落，啊搁挖起来，啊练落，啊搁挖起来，我来靠伊哦来卖啊，啊来赚大钱啊，对不？你这个。路边卖摇篮花啦！啊，我跟你讲哦，你拆阮家的，住阮家的，竟然来这甲我拍七岁啦！伊真的是拍七岁啦！怎么？我问你哦，当初乌贼是咧提货的吼，我感觉真奇怪是，迄朱丽萍是安怎，无去找你算账啊？我跟你讲啦。这叫做吼，不知者不罪啦。当初吼，我卖乌车给你的时阵吼，是叫你骗去的啦。丽萍吼，伊若是知影，伊嘛袂怪我啦。卖在甲我骗啦。关系着丽萍知影乌车代志，迄个记忆差不多拢记予朱信忠甲封印起来啊。吼，伊若记起来，百面会叫骂甲臭头，我才看到时阵你是不是是死在我面头前啊你。哎，当初我让你骗去，卖乌车给你尔，我才摕到一个金啊尔呢。我这世人哦，拢在吃苦啦，丽萍嘛是同款，无几工过好日子啦。结果你呢，有钱有势，搁做大头家啊，爽的拢是你呢，艰苦的拢是阮啦。结果呢，赢叫你搁要赢话哦，你即摆是安怎？想要甲证明拢塞到我头壳顶去？你不是讲你要看到我吃油花，我就看相信吃你的油花啦。我什么海啊？做人工哦，爱认命啦。你讲哦，你注定就是要做我机会的吉利。不，你赶紧拿出去哦。
啊，无你遐看哦，我是安怎来甲死的你？出去！你安怎出去？是是是，煞煞去啊！嗯，卖啊，甲杜生哦，都在讲这个代志啦。我真感谢哦，你来探病，你也是先转去啦。啊无吼，参与这款阴天的人，唔知我甲你惹出什么麻烦出来。哦，你即摆来讲啥？哪有人错误讲家红事阴天的啦？哼，我安尼先讲已经真好听哦。你敢要知影讲人伫你的背后是安怎讲你？嗯，夫人啊。哦，你真能力哦，水亏。我先告辞啦，爱记吼，后摆吼加穿饭菜吼，爱记吼，先去烧一下香，再叫伊来吃哈。阿弥陀，阿弥陀，你，爱坐吼，我先来坐。这双北海咋办啊？我要叫伊后悔。去病院无拄着，安尼才拄好，伫西家去拄着伊。敢若面对丽萍，我阁有迄个勇气互伊骂。不过即摆连西也伫遮，面对两个人，我是变哪记在袂掉啦。而且苏女嘛甲我讲过啊，讲我若是拄着丽萍，落街带水，我看伊也是莫甲伊强碰着较好啦。我另外再过来，好，另外再过来。孙北海，你搁想要毕业的？搞起来！哎，小苏妹，哦，你背后是目睭呢？哪会知我来啊？哎呀，我背后就是有洗目睭，啊，不过可惜心肝无啦，当初才让你骗去，让你这个变色来阮家偷摕乌册啦。哎，我唔是跟你讲过啊，我都唔是。我想讲，你总算是得到幸福啦，可能劫数已经过啊。啊，不过佫拄到你啦，都出车祸，佫弄到遐严重，万不利，伊予弄到戒毒封印啦。想起迄件代志，迄后果唔知有偌严重嘞。明诶，明诶，我袂当讲出当年。丽萍为了我动用乌车的代志，万一还一个谎言拍破去，性命够危险，安尼是要安怎了？安怎？唔是啥？要讲你唔是贼人？拜托的，阮爸都已经掠三仔，怎啊你敢要硬拗？是啦是啦，拢是我唔对啦，我不应该吼把乌车卖予江道成啦，我真该死啦我！不，你是被啥棒啊？进前拍死都唔承认你做唔对，怪东怪西，你怎啊怎啊？沾着药啊？无啦，我无沾着药啊啦，我是想要吃后悔药尔啦。我甘愿你继续硬拗啦，安尼我甲你拍，我较爽快啦。好啊，我互你拍，你尽量拍。来，你先拍开，我跪下吼，塞在面头前，互你拍，我绝对袂还口。来啊！西啊，你知我自细命就真歹啊，也无家庭啊。啊，你甲孙女两个好心甲我收留，我住在恁家，我有食有住。迄段时间哦，我感受到家庭的温暖，我足快乐的呢。若不是恁两个收留我哦，我这世人哦，拢无法度感受到家庭温暖迄种滋味啦。我哦，真后悔啦，做遐尼多歹代志，害恁安伤心。你搁敢甲阮爸讲这款话？你当初来阮家根本就无好意。我，哦，是啦是啦，我是无好意啦。啊，不过我大几工啊，落去互恁感化着安尼。我希望恁爸爸吼，若是真是有灵有邪吼，都赶紧的，互江道成哦一个报应，希望大家一个平静啦。拜托的，
你起码搁咧讲爸路，伊拢已经走四十外冬啊呢。我干那希望阮爸会当无牵无挂，咱家己犯的错误，咱家己从下坑，咱家己弥补啦。哦，对对对，对啦，哦，这坑拢是我创的啦，跟你一点仔代志都无吼，跟你一点仔代志都无。嘿，你这人讲话那叫生哈！进前你拄着我，你安怎甲我讲的？讲什么？我动用乌车替你去地府要找你妈妈，拜托的好唔？迄乌车一款泰国米啊，我根本就唔知阮家有。哎，孙伯海，进前你硬要补落我，今麦佫讲我无想要负责任，这是够可恶呢！是啦是啦，我补落你吼，迄是我唔对啦。我今麦吼要专心向恁爸爸忏悔，啊，恁莫佫骂我了，好不？是啊，你放心啦，我什么都没讲。为了要保护丽萍吼，我会把罪吼拢担落来。你若是有灵有邪，一定要保庇丽萍，千万个让伊吼有灾难啊啦。啊，若是我吼，啊，为滴喏，我无亲人啊啦，孤孤单单一个人，血打就打打，无差啦。叔啊，我不故意啦，我不是故意害你的啦，我害死你，我害死了丽萍啦，都是我害，不过我跟你说，我不是挑故意，我真是不是挑故意，你放心啦，我不是挑工的啦，我事情已经过四五十年了，你现在才知道不对，有什么路用？当初我就不应该跟你这样放你耍。叔，我是要怎弥补？你们紧跟我讲。当初为着要保住丽萍的性命，我家己对乌车意见，也阁有部分道术，拢甲封掉。现在你爱想办法，把丽萍的封印解开，可以会当有能力来对付江道生，和祸害到这为止。叔，安尼唔对呢？当初你是要保护丽萍，才把伊记得封掉着呢？即个林心凌了，要给拍开，伊会亲像炸弹安尼爆炸的。伤害到伊的性命，若是继续封印，丽萍的命运也是会歹方向去。只有恢复伊的能力，伊才会当用乌车消灭江德胜，停止乌车所抓来邪气。哦，叔啊，你讲哦，我听有啦，我听有啦，迄个参军敢若乌刀吼，要漂白做白道同款，乌车会变白色对无？嘿，我嘛想要吼，为歹人哦漂白变好人俩。叔，你甲我讲，我要安怎做？你紧甲我讲啊！时机还袂到，到时你就知影。哎，叔啊，啊你为什么跟我清楚？你要把他弄走，我还不是要问什么人啦、啊？你，哎呦，哎呦，啊，哎呦，哎呦，昨天，昨天，昨天，啊，叔啊，叔叔叔，叔啊！哇，叔，叔，拄则敢是伫遮，安尼无看人。叔，叔啊，你去倒位啊？拄则要叔回去，搁伫遮呢。我敢会是民房？啊，我知啦，一定是叔哦，托梦给我啦，要教我安怎做啦。永哥叔，你也无讲清楚，我倒了走，我要找什么人问啦？啊，叔。